進化可以，可唔可以進張蝙蝠？可以啊！哇，送翻落墓喎、啊！哇，勁抽喎、啊！喺墓地特召送翻落墓喎、啊，勁到核爆喎、啊，招技！好，做下招先。一张真龙眼融合都玩到，有嘢炸我啊！我系妖女吸 Q 佢先，仲可以开喎效果。十你启弟，好回翻去，再掉，哦有粒子卡 ，OK， 有呢张怪喺度可以代破，啊战斗破坏效果破坏都可以代破。阿 Sir。我如果扣多少少血，就冇几开，跟唔到啊！计错数，照答咯呢、這个位，答黄金先，唔会有波纹嗰啲咩分段啊嘛。好，继续回，再掉，加拿大。仲有一撈喎，嗰張咩嚟？宿敵到來喎，咁樣照張嘢有何用啊？你都可以特照。喂，俾佢炸怪，哇揼呢张再摸，大把血扣再摸，大把货想炸我啊，少年你太年轻了，喂舐舐嚟啊，你死未？仲可以进化添喎、啊，进化、啊！
真发阿婆，高价合作合计算我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太强啦！太强啦！掉晒啲卡落帽啦，好多五百俾你得，我见你啊，先攻啊，我哋先攻冚张狗啊，点解？哇，俾佢秒啦，冇咁顺啊，好，好彩。秒个契弟啊！开始咯，再见了，进发。哇，有个纸球契弟，个纸球啊，唔使写啊。准备两张啦，冰人啊，一嘢嚟，即核成啦，系嘛？金刚核，睇下先，来又嚟展开一波啦！送呢张落帽，送呢张落帽再特效。入手再通召，再进化系嘛？我呢张进化唔到，系啊，咁啊咁样飞龙咩？唔通个手牌有飞龙？手牌嗰张系飞龙，一阵间一嘢嚟就炸我，正路啊炸唔到我死神啊！我有代破，哦系咁疯狂掉手牌想炸我，咁我唔惊啊！我有代破。OK。
吓、啊、自己炸自己啊，系、哦、我呢张星照喎、哦，系、哦、我呢张星照啊，唔系特照啊，哇好醒啊，唉、啊、吓。喂，阿星炸 Q 咗呢张咩？跟住我啊可以送多张蝙蝠。进唔进化咧？进化我话冇嘢通召依家。咁话多谢阿婆，但系都系一回合只能炸一张，即系就咁揼。好，回血，舐舐嚟几多血啊？哇，六千几血，睇你点打，有代破、效破同埋啊，效破同埋攻破都破我唔到依家啊，无敌噶依家呢个阵，除非除外我啦。好。飞龙又如何？完全没有再怕，零作用啊！飞龙，好，我最多炸我场地，傻仔炸呢张，大把血俾你扣啊！大把血扣啊！唉。大把血扣啊！不死之身，真点不死吸血鬼啊！好，再见你啊，阿婆 Koga 核酥，打开始咯。其实我可以进化阿婆，系嘛？可唔可以召佢唔得？嗰张系要咩话？要召吸血鬼先得。好，炸你契弟！呢、这个环境我要抽吸血鬼领域喎、哦，最好。哦，唔错啦。冇反应啊！后排冇反应啊！揼你契弟获金啦！好，送张魔法卡 ，D Hero 一定有魔法卡啊！背受死吧，空架梳下开后排，送张我头先特召嗰边张，有眷属送召张史魔咯，空架梳特殊苏勤，送张手牌咯。跟住攞张攞张阿婆进化，可以可唔可以进张蝙蝠？可以喎、啊！哇，送翻落雾喎、啊！哇，劲抽喎、啊！喺墓地特召送翻落雾喎！劲到核爆喎、啊，招技！咁我重复使用，狂用，太厉害啦，太强啦！哇！一开波用无地封印啦、啊，得唔得噶？一开波用到无地封印，哇！直接身与融合喎、啊，咁我要出妖女吸血鬼吸佢过嚟。
哇，落根豬骨喎，保命喎，保命喎，有。上啦！想赢我，少年你真系太天真了。跳咗出嚟，点解玩吸血鬼？好玩。OK， 但出咩啦？飞龙，跟住咧，跟住炸我边啫？正路啊，炸场地，头先玩。喂，好似唔多掂喎，唔应该特调佢呢张上嚟，我系咪唔应该特调呢张？哦，唔系，我可以进化阿婆嘅。再见了。轻松，惊到爆炸，零防守的吸血鬼啊，完全不用防守啊，最强的防守就是进攻啊。